在反修例運動、攬炒和疫情的多重打擊之下，毫無疑問，香港已經陷入困局。香港要恢復穩定繁榮，就需要在一國兩制之下，融好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。在暴力事件減少、肺炎疫情暫緩的今日，我認為是部署香港再出發、推動香港再出發的好時機。香港再出發不是一個口號，而是我們的共同目標，是我們可以共同實現、必須共同實現的目標。大家加油，香港加油。